我说现在的上海天气还有点凉啊。冷吗？挺着。挺着。这样会不会觉得很温暖？那我们就不回家了，在这里一直抱着你好不好？不回家不是更冷吗？我抱着你就不冷了。还是有点冷的。你说本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现在还是变成你送我回来了。送你回家刚好酒也写完。哎，铁峰，爹，哇，今天好冷啊！这种天气，我刚才路口还看到小情侣在那边亲亲抱抱，简直有毛病吧？我说你怎么穿这么点出来了？我去买吃的。你不要节食吗？我饿得都睡不着了。哎，姐，你平时不是老拉着我陪你吃夜宵，怎么今天提醒我节食了？你看，你和唐总现在这么恩爱，谈婚论嫁是迟早的事吗？哎，我说你不是饿了吗？吃吃东西吧啊，这都给你。哎，姐啊，我是真的替你发愁啊。你愁什么呀？我担心你就这么沉迷于爱情了，等你真的和唐总修成正果，会不会就忘记你的理想和追求了？我和你不一样，我呢是要爱情、事业两手抓。你一手抓事业，一手抓爱情，拿什么和生活搏斗啊？哎，你不是总教我，做人呐，不能太贪心，不能什么都想要。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哪是挺有，是非常有道理啊！我说你刚毕业的学生，在这装什么智慧老人啊？那你就说也没有道理吧。你呀，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我跟你才不一样呢。我要先做到事业有成，再去谈风花雪月。哦，这挺有自信的嘛，我看你能扛多久。我为什么要扛？我又没有女朋友。我说你想不明白呢，就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和孟静还要讨论一些设计上的问题。走，走走走。不说了，那我睡觉去，你早点睡啊。这段时间，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但是我想说，我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刚才我得到消息，我们的水色系列跟夏总监的丹霞系列一起进入了幻彩云源发布会的主秀。到时候会有很多国内国际的设计师跟一线媒体到场。哇！所以，我们不能懈怠，要再接再厉，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好。现在我们的设计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即将进入面料的制作和选材。东东，你去跟一下面料方面的工坊，多了解多沟通，跟老师傅说话要客气，要尊重长辈。好。我负责制板，莫非负责跟刺绣，他擅长这方面。余夏你跟着我。东东，你把具体的工作再跟大家交代一下。好。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加油！